们要判断。就是他刚才，刚才他抱我课文，然后我就死了。OK。好了，恭喜双双搭车了。真是上缘投的啦！好，我们来考一题一百分，总共三题。OK。好，一百分的举手。全班都一百分吗？有人没有吗？玉勋你几分？零分啊！啊，你之前不是考108分？好，好了，来。我考几分？这么简单，你考零分，到底有没有脑啊？你有没有脑哎？刚才想事情。想什么事情？想我？我觉得。我好像喜欢的，喜欢谁啊？因为我是好朋友，你都不知道。你应该知道吧？小不点哦。你觉得我要告白吗？你们很适合啊。可是我很害怕被拒绝。不会吧？大家都很看好你们啊。可是我还是很害怕。害怕连朋友都当不成。看你自己吧，反正不管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听你的。Yeah.
喜欢他，对吧？那谁去检查？你们先去啊，就我们等你们回来再去检查。我先顾宝宝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。原本四个人的感觉都不见了，他们都是活在他们两个人的世界里。难道是会不开心吗？当然会啊，只要他那时候说他跟燕婷告白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心里很痛。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嗯？我喜欢你，可以跟我交往吗？嗯。在干嘛？我单身17年，然后你们现在在我面前放闪，现在是怎样？刚下飞机，好吃啊！小情侣啊，八个二。知影这啥的地盘啊？我上讨厌情侣在我的地盘上。我已经17年无女朋友啊，今仔伊搁伫个我的电话亲亲我，是无叫人拍过你？Thank you.
要修，已经嘛是半痛疼，难道是传说中的筋痛？嗯，决定了，我要买巧克力给他。你是不是也喜欢燕婷？我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？说好了做什么决定，你都会支持我。你就是这样什么都不讲话。难道你现在要把玉勋给抢走吗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没有。那你倒是说点什么啊？你倒是说话啊！你在很多事瞒着我的。我明明是你最好的朋友。但我缺点都不了解你。我原来只有我把你当成兄弟。就做一次看看，快点做一次，把它挤掉。你要，哎，无言，无言是，来，看好。夸张。喂，这么容易有感情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那就下次不见啦。